画面上这款比例作品是艺术家李克定老师的创作。李老师本身是都市更新的专家，有建筑设计背景，伊将这款专业融入艺术的创作，这回带来30件精彩作品。目前当地平地市政中心一楼的大厅来展出。他在整个这一个画面的一个展示上呢，他通过他的一个画笔呢，来展现一个山的系列，山峦层叠的这样的一个气派的一个效果。另外呢，他也把这一个林系列的部分呢，展现出森林的那样的一个活力，那样的一个疗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呢，他也展现出来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因为他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山林里面呢，他的画面呢，更有非常宽阔的那一种气韵。这回展出的30件作品当中，其中的5件，李老师将会伫个展览的期间进行义卖，义卖所得会全部捐予北台南家扶中心协助弱势家庭。必须处指出，艺术家充分掌握着亚克力材特色，乡亲若是有介意这挂作品，欢迎踊跃收藏做公益。这一次呢，他来到我们台南市政府做展出，他也特别呢捐出我背后的这5件作品。他希望呢这5件作品呢能够捐给北台南家扶中心，来帮助北台南家扶中心的这些孩子们。那这5件作品呢，就是他的这一个30件作品的其中的5件的山林气动的一个系列。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呢，我们的这个有来在我们那个明治中心艺文展看展览的时候，如果发现这5件作品呢，你非常的喜爱呢，你也可以来这一个一起来做公益哦，然后把这个作品呢收藏起来。本次的展览会持续等到3月底，邀请民众把握难得机会固定参观，感受大自然山林的气息，也有艺术家所传达的爱护地球的理念。南台新闻网的新闻采访报道。